哥，你是冰族的王，这可是你最后的机会，恢复神命，重返冰族了。他们每一次相遇，就会相爱，只要他们相爱，赤凝莲就会枯萎，你会死的。为了他，你已错过了六世轮回，我绝不能让你毁于这七世浩劫。忘了他，忘了这段孽缘，哥，醒醒吧！醒醒吧！我们人类从绘画到影像到虚拟实境，为的就是把我们的梦想带到现实中来。今天，在这屋子里的每一位，将和我一起见证，把我们的梦境带到现实中的伟大历史时刻。我刚刚在洛洛的梦境里面看到一个和她长得一模一样的古代女人，而且这个女人我在我的梦境里面也见到过，我要找出原因。当那颗莲子再度花开之时，时空就会逆转。我带走我哥的期限就是冯翠28岁生日那天。如果你知道真相，你一定不忍心拆散她，但是我可以，只要为了救你，让我做什么都愿意。出去，别进来，出去，听话。王的生命还有自由，必须要选一样。幻雪城，无尽海，幻城世界的一切我都想起来了。